你看到人家小雨吃，你也想。对。对。我姐姐一盆，一个人一盆。你去下播没？嗯。对。阿芬哥姐姐，来，满地的卡片，给我喝吗？给我喝一口吗？啊，嗯，谢谢小雨。头太低了，曾祥辉，你的手腕老是勾，要写得好，我现在不求你写得快。楼上有写字桌，你们都不想在楼上写。最大的勾。先竖，竖要直，然后再弯勾，勾。从左到右啊，你怎么总是一列一列的写？先写完一行过来，然后再到第二行、第三行。我只是打一下记号。打什么记号？要写好来。不能光写得快，还要写得好。嗯。首先要保证写得好，其次才到写得快。要先写好，再练快。你今晚要带他们来这边来了，因为要拿一堆的快递，之前买的东西寄到这边。牛奶有蛋白质吗？有啊。那鸡蛋里面加的牛奶吗？鸡蛋怎么会有牛奶呢？它用奶肉也是有的。鸡蛋里也有蛋白质。妈，哪叫你？肉没有蛋白质。谁说没有？有。那什么蔬菜都有蛋白质？蔬菜没有，蔬菜有维生素，肉类才有蛋白质。那面条呢？有蛋白质吧？面食也有蛋白质。那碗呢？碗有蛋白质吗？得了，吃你的了。你这个话题没完没了了。我这个讲完就再读。为什么剪短头发那么丑呢？这样子。特意叫剪短一点的。夏天老是一头汗、嗯、一点都不帅气这样。这个该剪的发、嗯、怎么好呢？趁着你爸爸吃宵夜，不然我才不给你们吃宵夜。反正还趁吃宵夜，那不是平时我都不煮的。为什么要吃宵夜？你可以不吃的啊。那刚刚谁说要吃的？爸爸吃你的吧。嗯，给爸爸吃了啊、哦。哎，哥哥，你在干嘛？你卷那么大一口，你吃得完吗？哥哥咳嗽，不能吃蛋。回家几天吃零食，吃到咳嗽去。你大儿子啊，跟着伯伯什么都能买哦。平时我不给吃的都买了，摆在床上那里吃，在那一楼小房间那里，像开零食大会一样，全部摆在床上吃。晚上不跟那两个睡，晚上我自己睡。他才不跟你睡呀，巴不得你不要在那里睡。也尿完到一个。这牛肉丸好吃吧？嗯。好吃一点，好吃都是实在。嗯。每次煮这个牛肉丸都被你们一抢而空。我最喜欢吃牛肉丸了。就是太浓郁，我都马上吃完了。最后我一个，我要给妈妈，我也要给妈妈长肌肉。我吃饱了，爸爸也吃饱了，爸爸都去看电影了。长肌肉，真长肌肉了。谢谢。不要激动，妈妈。妈妈，那你长肌肉就可以谁也不怕。是吗？嗯。
人鱼抱鱼抱。我也不打架。那朝我们钱怎么办？嗯？那朝我们钱怎么办？谁偷你的钱？我小偷啊。那个打电话叫警察叔叔抓他。你打他就行了，这于此无影响。我打不过，叫警察叔叔去打。嗯，你不是可以用你的金刚手来打吗？有外，他有刀有枪呢。嗯，哦，你等于是盾牌，我是盾牌就好啊。我又不是超人，想怎么来什么。哦，那我们赶紧吃武器好吧？快点吃。徐超人，土豆，你这哥们这么好在车里，但他人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不，洗澡了吧？上楼洗澡睡觉了。快点啦，很晚了。我谁也不是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。你打算睡这里吗？二岁。快点。爸爸晚上睡这里，回复第二都能睡这里。受过多次嘉奖，走啊。明天再看好不好？他是邻居。爸爸睡觉了。他是巨人，不像是巨人。变形金刚。知道。去穿鞋上楼。我已经困了，不敢睡。